我们今天会有三位老师跟同学要来分享有关于阿法我们这一代的东海人。那我们先欢迎佩玲老师，他为我们介绍第一位讲员。大家晚安，我是学务处佩玲。今天第一次站在这个地方，然后拿起麦克风，对我来讲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开始。现在我要介绍的这一位是罗文聪老师，他是我们这个计划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人。那因为他我们有了这个计划，因为他我们让更多的阿法加入其中。我们先播一段影片来让我们多一点认识这个计划是怎么开始，也让我们知道这中间的过程有多么的辛酸跟辛苦。我们先看影片。Tried to be chill, but you're so hot that I melted. I fell right through the cracks. Now I'm trying to get back. Before the cool done run out, I'll be giving it my bestest. And nothing's gonna stop me but divine intervention. I reckon it's again my turn to win some or learn some. But I won't hesitate.
is all I take. No more, no more. It cannot wait. I'm yours. Mind and see like me. Open up your plans and damn, you're free. I look into your heart and you'll fin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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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Listen to the music of the moment, people dance and sing. We're just one big family, and it's our godforsaken right to be loved,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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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ve. So I won't hesitate. Dear, and I want to blow your ear. So deep, I'm so deep.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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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I've been spending way too long checking my tongue in the mirror and bending over backwards just to try to see it clearer, but my breath fogged up the glass, and so I drew a new face.这是第一次，这也是一个开始。东海大学从来没有这么大规模的动用学长姐。大家可能你的承诺，你可能不知道，这是对东海大学是一个多么大的开始。我这几天一直在想，这个学校到底将来要怎么样让它变成跟台湾其他学校不一样。那我觉得我们是开始了一个大步。那这个礼拜中间，你一定会有很多时候你会疲惫，一定有很多时候你会觉得混乱，但是你的付出在这一代的新生中间，你一定在他生命中会留下永远的回忆。那我们欢迎罗文聪老师。其实我还蛮讶异，我需要人家介绍的。不过因为我相信有许多的是第四届的 Alpha 正在受训，第四届 Alpha 受训的举手，我看看。你们是第四届吗 ？OK， 他们可能已经不知道我了啦哦。这个计划哦，这个计划其实我在东海哭的次数也不太多了哦。这个十几年大概哭个两次而已哦，但是学务处一定要把这个哭的拿出来，对不对哦？那我很高兴今天我穿了一件叫做 Alpha T， 我相信现在在受训的同学还没有 Alpha T， 现在穿了一些 Alpha T 的人，不管他是黄色，那边有黄色的，或者这个绿色的，其实是代表东海的一个传承。那我想我今天大概就来分享一下 Alpha 在过去几年我们到底在想什么。那当我在当系主任，当我在当学务长的时候，其实我碰到了许多同学，他们有不同的问题。有一天资工系的某个学生半夜，他把所有那栋大楼的灭火器全部拔下来，然后就把它堵在系办门口，让你第二天资工系的老师或者是这个办公的同仁进不去。
所以第二天我到资工系的时候，谘商中心打电话来说警察局也出动了，因为这个学生也带了刀子。后来我就到了谘商中心去，那时候我还没有到学务处啊。他们劝我不要跟这个学生见面，因为这个学生有带刀子，而且半夜情绪很激动。后来我到了学务处的谘商中心，我跟他谈了一下，我问他你有没有信仰，他说有，他是基督徒。我说那我能不能帮你做个祷告。后来我帮他做了一个祷告，后来我把这个学生交给了我们学校一位很棒的老师，结果后来他变成是一个帮助许多人的人。那东海的学生，当我到学务处的时候，我更发觉更多学生内心的苦闷、黑暗、需求，他可能来自课业，可能是心理，可能是交友，可能是经济，可能是生命。那生命是一个易碎品。右边这个是前几天刚刚自杀的中天的主播，对不对？你说他是外表非常的俊俏，太太非常美丽，工作非常顺利，念书念得非常好，出身良好，人生的胜利组，但是还是一样会碰到问题。那我就在想说，那东海大学这么多的学生，老师内心都是某种程度有一种需求，有一种需要人家一起来支撑的那种面向。那东海大学到底在哪里？东海大学都说我们是基督立校，基督精神立校，那到底在哪里？当然基督精神有很多，但是最基本的比如说这个爱，上帝的爱，公义，这个学校到底看得到看不到？除了这个教堂你正坐在这里面以外，到底这个学校的学生，这个学校的老师，这个学校的行政体系，你跟别的学校有不一样吗？到底在哪里？那我来东海其实没有很长，大概16年左右，我跟坐在后面的教务长是同时来的哦。那这16年来，老实说，我觉得当初58年前创校的精神似乎大家忘掉了，似乎大家不认识了，因为新来的嘛，每年学生来，老师有一些是新来的，跟早期的创立这个学校的精神到底是怎样的连结？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我们的东海大学精神在哪里？那这个时候我就想到了，我们早期的确这个学校有许多的宣教士，这是生科系的欧保罗老师，后来当理学院院长，他们在家里接待学生，他们在课堂用他的生命，用他的言行去影响学生。我就想到了，这个是物理系的刘大卫老师，他在两年前已经回到美国，也是一辈子埋在东海，他不求东海的薪水，不求东海的名利，他就是单单为了某种爱人爱学生，他从美国来到这里，他在这里一待待40年，他在家里不是很富裕的家，但是他接待了非常多学生，他影响了非常多的学生的生命。我就想到这一位是社会系的列马可老师，他前一阵子去年还是今年才回到东海来，已经非常年纪大了，当初也是影响非常非常多的学生。欧保罗老师、列马可老师的学生有很多在念完博士，他可以到很好学校去，但是他选择回到东海大学来，他们想要传承这样的一个精神，想要对东海的学生做一点事情。这里面许多都是他们的学生，包括高成树老师都是列马可老师的学生。那基督徒常常也会想到一个祷告词，叫圣法兰西斯的祷告，他说少为自己求，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少求爱，但求全心付出爱。等一下我会请几位老师来唱这一条圣法兰西斯的祷告。那这个祷告词其实就是当初我们创立 Alpha 的初衷，希望我们的学生
能够站起来，高年级的学生能够去服侍新生，能够少求受安慰，但求安慰人；少求被了解，但求了解人。那怎么做？这个过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辛苦的，因为是从零到五，而且这是史无前例非常大规模的运动。每年我们希望招募我们新生有3500位，如果你把它除以12，12个人有一个 Alpha Leader， 我们可能要300位。如果你把它除以15，我们要250位。怎么去招募250位同学愿意站出来，愿意被训练、被装备，愿意花时间去服侍我们的新生？这个光训练工作、招募工作都是非常困难的。刚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学务处的同仁其实是做得快哭出来了哦。光暑假你要安排200多个人，分3梯到4梯，每一梯3天，然后开学前又回训2天，光这些联络工作，光处理大家的这个所有事情，学务处就不眠不休了。所以大家后来就说学务处是铁血工厂，哦，学务处的同仁常常都是晚上8点、9点、10点还在。有一天圣诞夜，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一年学务处正好在整修，搬到了这个就是这一栋的旁边这个旧音乐系馆。圣诞夜，因为我是学务长，我需要负责全校的安全的统筹，所以我待到最后一堂结束1点钟，我走出这个教堂，结果发觉学务处那个临时办公室是亮的。后来我走过去，学务处同仁还在里面，圣诞夜1点钟他们还在里面，哦，所以这激荡会议里面其实是一个东海精神的展现，其实各个单位都来了，哦，里面比如说这个是通识中心主任，这是博雅书院院长，这是校务室，这个世家那时候是副学务长，这个我相信是清印了，哦，就是后那时候的总务长，教务长可能坐在另外这个角落，哦，然后这是学务处同仁。东海从来没有一个会议各处室可以说我放弃我的本位立场，大家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做好，哦，那中间有很多的争吵，我记得很清楚，苏燕老师等一下要唱歌，苏燕老师跟某个老师简直就是两个要对骂，哦，对不对，哦，就是说到底引导者要不要给很多东西，对不对，哦，哇，这个骂到最后我只好说那不然谢谢我做决定，对不对，哦，所以中间的争吵对立，你想想看，这些老师来自不同科系，背景不一样，怎么共同拟出一个给 Alpha 的课程。那有人说 Alpha 是从美国一个基督教大学叫 APU 来的，其实我们的课程完全不是从那里来的，那里的课程不适合我们，那里的规模比我们小很多，但是 Alpha 这个名词的确从那边来。所以在这个争执的过程中间，后来就凝聚出几个关键的思想。其实我们的行动意识就是应希望大一新生愿意接受帮助。你知道光叫学生接受帮助这个就很困难，我有一个研究生，当初我在当系主任的时候，每一科都不及格，每一科都听不懂，我把他找来，我说你能不能让我帮助你，他说老师不要太麻烦你，我说我能不能找个研究生帮助你，他说这样太麻烦别人，光叫学生打开心说接受帮助，老师说这个就是一个学问。第二个就是说，当你接受人家帮助的时候，当你将来走过了大一，你愿不愿意反过来付出。所以我们那时候两个行动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打开大一学生的心，让他愿意接受帮助，希望将来这个大一学生到了2、3、4年级，他愿意回馈给新生，愿意付出。那时候的另外一个口号就是说，我们希望学生认识自己，他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这是他的青春，不是东海大学的青春，是你的4年，你自己负责。所以我们希望他发现他自己，发现他的长处，接纳他自己的短处。另外我们希望因为同侪的关系，因为 Alpha 的帮助，他被接纳，他这里是他的家。那当然当时也设计了很多的活动，那大家看到的，外面看到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活动，就是那时候的活动单元。那这个名字的确是从 APU 来的，这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第一个，
那时候我们想新生刚进来，我们对你起初的爱，所以那时候是对新生的接纳，所以我们取了这个名字。我们很高兴取了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后来设计出一个 logo 在这里哦，变成一条鱼，鱼的鳍变成一个爱心，鱼的上面这一段的鳍变成教堂十字架哦，然后这个写这个就是 Alpha 的精神哦。那 Alpha 成军的时候，在2011年，这是2011年，这里有写哦，2011年的9月哦，是我们第一次 Alpha 投入战场。刚刚我哭的那一段是我们在要投入战场之前，我对阿尔法已经都装备了，我对阿尔法说，你们马上要进战场了，你未来这个礼拜你会很累的，你会很辛苦的，你会很颠簸的，你会很灰心的，但是我希望你挺住，这是东海有史以来这个踏的一步、哦、那第二年2011年的第二年，我们除了又招募了第二批的 Alpha 以外，我们又招募了从第一年的 Alpha 里面又有30-40位变成我们的 Senior Alpha， 我们后来叫他叫 SA。等一下分享的这两位都是我们的 SA， 所以这个体系就变成是一个学生的一个传承。他在 Alpha 里面受感动，他变成 SA，SA 以后又去投入带他的 Alpha。这是第一届的 Senior Alpha 成军的时候，在这个学生宿舍的20栋的这个宿舍的环境里面哦，没有几十个人，因为我们 Alpha Senior Alpha 本来就是只有大概30个，大家是非常非常的真的摸着他的心说，我的心真的是热诚的，我愿意付出来为这个体系，为 Alpha 体系来付出来奉献。那结果新生的快乐是写在脸上的。后来我看世家老师给我的报告，諮商中心的报告，我们每年諮商中心大一学生心理测验高危险群跟高关怀族群每年在降低，我不知道有没有关系，但是事实上是说，当整个台湾内心越来越不安定的时候，东海大学的新生每年高危险群高关怀群的比例是在降低的。那过程中间我很想谈一谈，就是说这个过程中间其实是真的是在从无到有的过程，是充满了奇迹，充满了上帝的祝福，充满了很多老师跟学生跟同仁的祷告。每一天的受训早上，校牧会去帮学生祷告的，每一次的这个老师的聚会我们是帮学生祷告的，一步一步我觉得都是上帝的恩典在其中。圣经里面有一部书叫以赛亚书，里面有句话叫在旷野开道路。这个计划刚开始的时候，学务处没有半个人，我从课外组抓了佩玲到处本部来，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做，佩玲可能常常哭了，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回去哭，但是的的确确是上帝在旷野开道路。有一天我跟世家在外面的一个餐厅吃饭，跟暨南大学的一个管理学院院长在吃饭，忽然他接到一通电话，然后那通电话说他刚刚走过那个餐厅，看见陈怡埃老师坐在那边吃饭，然后但是他打给暨南大学管理学院那个院长叫佘日新，打这通电话的人就是现在站在中间这个叫有言哦，这叫自投罗网。我们在吃饭，莫名其妙打进一通电话来，然后那个佘日新老师接了电话以后就说，哎，有缘是你们学校毕业的啊，社工系啊，现在正在这个餐厅工作，正在这个餐厅，那今天休假，休假我们去他那个餐厅吃饭，他会从外面走过打电话进来。第二天世家老师就去找有缘说，你能不能来学务处，能不能来参与 Alpha 的工作。后来有缘就来了哦，不管是因为餐厅工作辛苦，还是因为真的爱学生哦，有缘坐在那边哦。那右边这个也是自己跑出来的哦，这个其实是我们化学系的一个校友，他是台湾很有名的引导反思的一个带领者，非常霸气的。所以他每次来，他会摔东西的哦，他跟佩玲两个会对干的，对不对哦？就是说，这理念不一样，或者是说你稍有不如我的意，对不对？但是最后他
他完全认同他应该投入这个学校，他的母校对学生的工作。他花了许许多多的时间，他甚至跟我说，罗老师，你是我碰过最麻烦的人，你每年带给我这一阵子就会胃痛哦，因为我们要求非常多的。有一天晚上我记得很清楚，在犀牛 Alpha 的会议的场合，我跟他就直接两个就变起来了，对不对？当着所有的学生哦，我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一次，学生都傻了，说这两个人大人吵架波及我们小孩，对不对哦？但是这个是变成是一个非常好的团队跟伙伴，然后一路走来，我们真的是把所有事情一步一步的处理。东海大学的学生，可能在我当资工系系主任的时候，我说能不能找20个学生来帮助学生课业啊？东海大学资工系的学生告诉我说，主任不可能啊，学生很窄，学生很忙，学生打工，学生不会做无偿的工作。可是我们4年下来，我们有300-400位的学生来报名要接受阿尔法的装备，要成为这个体系服务新生的一个分子。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是上帝在沙漠中开江河。为什么有这么多学生愿意进来？为什么学生愿意为了这一件 T 恤花那么多时间？我觉得上帝做了大奇妙的大功。当阿尔法在大学入门的时候，因为他之前就来2天回训，在大学入门又3天，很累的，从早到晚，对不对哦？3天到4天啊，其实3天半。所以在大学入门的第3天晚上，我们就猜说阿尔法大概快垮掉了。所以当学生在大礼堂里面做社团之夜，他们很嗨的在看社团表演的时候，其实所有阿尔法是集合在中正堂的前厅。每年的这个景象让我真的是一辈子忘不了。有的阿尔法非常累了，有的阿尔法非常受伤，可是有的阿尔法还是觉得我们正在从事一项革命，我们在从事一项学运。那一天我记得陈天宇还喊出我们在从事学运，我在想，哇，这个学运不像是太阳花哦，这个学运是服侍众人的学运。这个是绿衣服，就是2013年的阿尔法。其实连这个赵田老师，他不是基督徒，他跟我们一起，大家坐下来，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哇，我就吓一跳，我想说，哇，这个赵田要带大家祷告哦，我站在这里哦，因为我不好跟他们坐下来，想说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要祷告哦。哦，这个是我觉得疲乏的，上帝赐能力。软弱的，上帝加力量。那我期许阿尔法不是带活动而已，我期许阿尔法是上，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爱弟兄的就住在光明中，你的内心因为你的付出，你爱弟兄，你内心会光明的，然后上帝的光，真光就会照耀。我期许我们的阿尔法变成很多的很多的光点，在我们的学生群中发挥你亮光，帮助你周边的学生，让他的内心变得明亮，让他的内心阴暗面因为你的爱而被上帝的光光照。那我也期许阿尔法，你帮助同学去掉他的伪装，你自己也去掉你的伪装，让亮光进来。你的使命不是带活动，简简单单这样而已，虽然那个已经很困难，要带3000多个人做活动，你的使命是付出，是陪伴，是接纳，是你自己的成长，是孝训、求真、笃信、力行的实践。你也许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希望看到你活出基督的馨香之气。当初我们讲的 Alpha 其实只是计划中间的第一层，后面还有很多的仆人领袖我们要去行塑，我们要去培养。我们希望东海大学学生17000个中间的亮光越来越多。如果每年我们有250位阿尔法，4年我们有1000位阿尔法在这个校园内，当然有毕业的哦。但是如果我们有贝塔，我们有下一个阿尔法，如果我们今天17000个学生里面有2000个真的是被感动，从内心被转变，愿意付出的学生，我相信这个学校就会起了一个大变化。这个是我们在整个计划里面其实
Alpha 只是这上面第一个三角形的黄色，后面我们还希望有很多的不同的这样的服侍学生的仆人领袖团体出现。所以 Alpha 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我希望有 Beta 出现，有 Gamma 出现，有 Delta 出现，到最后 Omega 出现。圣经有一句话说，上帝他说，我是 Alpha， 我是 Omega， 我是初，我是中，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我希望我们的 Alpha， 你也把你的爱像生命的泉水赐给你服侍你的人喝，你带领你的学弟妹，让他们有一辈子的感动，让他们真能有光照在他们的内心。所以在东海的路上，我觉得未来东海的路，如果阿法的精神能够持续，能够扩大，光点增加，我觉得这一定会让这个大学成为不一样的大学。我们讲这是上帝眷顾的地方，这是奉上帝的名设立的大学，不只是这个教堂。我希望每个学生，你都是参与东海大学改变的一个光点。那上帝是光，在他毫无黑暗；上帝是爱，在爱里没有惧怕，没有什么困难的事情我们做不到的。如果今天学务处能从无到有，有这么大规模的 Alpha 出现，有这么大规模的新生的训练出现，我相信上帝的眷顾仍然在，在上帝没有难成的事。愿上帝祝福大家，愿我们的光点持续扩增，愿每个人都成为照亮你身边的小光点。我的今天的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是的，这一代东海人继续走，在爱里没有惧怕。我想要先邀一下功，其实那一年这个赵婷老师，其实是我找来的，他不是从天降下来的，那是那我刚好去台北受一个，就是去参加一个就是探索教育的训练，然后我听了他的发表，我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来东海带我们的学生？他说，好巧，我在两个月后要搬家，搬到台中，所以他来了。这真的是一个很奇妙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各位 Alpha 们都是怀抱着奉献服务的理想进入到这个团队的。那其实呢，在十三世纪，一位天主教徒，一个教皇，也就是刚刚罗老师提到的那位圣法兰西斯，也和你们一样，他们对上帝许了一个愿，这个愿望的祷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广为流传。那我们就是下一段我们就借这一段祷词重新来确认，请你确认一下你自己进入阿法的初衷。Yeah.
谢谢这么美妙的歌声。我想说罗老师他是我的长官，我的现任长官，他们两位我一直觉得好像是上帝派来的使者，就是我不是基督徒，但是在阿法里面发生的每一件事情对我来说都是奇迹。就像今天我们安排的几位，我们真的从来没有特意安排，可是他们都是阿法里面很重要的基督徒。我从他们身上看到上帝的爱。接下来我要介绍的这一位，他叫做小鱼。我第一次认识上帝是在小鱼的身上。我看到有一个人这么爱上帝，我看到有一个人这么爱阿法。他阿法应该比上帝少一点点，对，好，但是我从他的身上看到满满的爱。这个计划里面他很重要，因为他是我们第一届的 第一届的阿法，也是我们第一届的 S 阿法，更是我们第一届的 CA。他的声音很特别。他为这个团队带来很大的一个力量。我们先来看一段小小的影片，也听听他。这是一个邀请，邀请你一同进入阿发 Leader 的旅程。这趟旅程的旅客，从100年的5月开始，背起了背包，为100学年度的大一新生而准备。背包里载满着梦想、期待和热血。持续到了暑假，旅客们被聚集起来之后，背包里多了点什么，是一个又一个的活动，还有一次又一次的反思。接着是九月的重头戏，大学入门。在这四天，旅客们几乎抖光了背包里的存货，剩下的啊，大概就是那么一丁点的坚持吧。之后的偶尔，旅客们又相聚在一起，有了共同的记忆，共同的欢笑泪水之外，紧密串联着的是爱东海的心。这群旅客是阿发 Leader。小鱼是一个充满爱跟热血的人。那他从三年级来到阿法，然后我们看到他的改变，我们看到他的成长。
我们给他很多的舞台，我们让他每一次每一次都有一点进步。他让我非常惊讶的就是他在发挥卢老师告诉我们这个计划里面的生命影响生命。我不知道这个影响力能够延续多久，但是他从一个田歌教育下的阿法利的，到他离开学校之前，他担任了我们的引导员，我们属训的训练员。他让我非常惊讶，他表现得非常非常的好。他也献给当一届的阿法一段话。他的哭点很低，对。一个就是跟 try 跟 job， 你不试你就不会知道你做不做得到。第二个就是除了两只说要带一颗感受别人的心，请你也带着一颗好奇心。有的时候很多我们的行为源自于我们好奇，你想要多听一点别人的故事是因为你好奇，你想要多玩一点游戏是因为你好奇他们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很多很多我们的行为源自于好奇心，所以除了带着那颗体贴别人的心，也带上你的好奇心。我们欢迎小鱼。哦天哪，喂，大家听得见我吗？嗨，这里不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可以举手让我知道一下吗？你不是第一次见到我的。好，有一些些阿法是不是第一次见？好，请放下，谢谢。我是第一届的阿法，就是我其实今天原本来的时候我穿着红 T， 你有看过阿法红 T 的人请举手。有看过阿法红 T 的，好，还是很少数，好，请放下，谢谢。我是第一届的阿法，然后刚刚就如同佩玲姐说的，我也是第一届的 SA， 那我还是第一届的 CA， 所以其实阿法的历程在我身上坦白说还蛮完整的吧，我想。我今天其实有准备我原本想讲的东西，可是我现在很想讲不是我原本想准备的东西，因为我来再次回到这里，再次寻回我对阿法的感动。我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要成为阿法，你心中是否清楚你为什么想要成为阿法吗？对我来讲，阿法是我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捩点。我从小就是个很乖，成绩很好的小宝宝，然后呢，到后来我读了东海，也许你会觉得我一开始进东海，第一开始最面对的大的冲突就是，我觉得这不是一所很好的学校。我一开始真的这么认为，请大家先不要，就是长官们请不要生气。我一开始真的觉得东海不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它跟我想象中的台政青椒城有很大的差距。可是到了大三，我的生命开始与这地方连结，我开始知道为什么上帝让我来到这所学校，为什么他把我放在这里，又为什么让我之前经历了那么多各式各样的事情。所以我想跟大家谈一谈我跟阿法的关系。我在去年毕业，我来自社工系，刚刚好像有人提醒我要站上面，好了，我知道我只有158公分，是个小矮子，所以我还是站上面好了，请帮我按下一页。对我来讲，阿法有很多层面的意义。首先，我想跟大家分享我当初加入阿法的目的，没有想象中的崇高，真的。因为第一点，我念社工，我在社工上的社工系的大二一整年，我有一门课叫团体社会工作。在这门课里面，老师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带领一个团体，怎么设计一个团体的方案活动，怎么就是反正任何一切跟团体相关的东西我都要学。然后学了之后呢，老师又有一天跟我们说，你们知道吗？学校有一个新的团体要成立，它叫阿法 Leader。在那里呢，你会领到一批大一新生，领到哦，它是用领到这样的字。然后你会领到一批大一新生，然后你就可以实践你那时候怎么带领，就是怎么样在课堂上的学习，可以在里面实践。你不用自己很辛苦去找就是团体的成员啊，然后也不用跟很多家长沟通啊，什么什么不用，人就帮你准备好。所以你要不要考虑看看？所以我那时候就带着一个好吧，我就练习我专业的心，然后我就加入了阿法。而且我那时候还有一项我觉得很重要的使命，因为我那时候是升大三的暑假，我已经经历完整个大二。然后
我那时候看着一些就是大一升大二想要当阿法的人，我就心里想说，哦，我一定要告诉他们一些你知道就是大一刚过完不知道的秘密。因为那时候啊，我有一些学弟妹就讲说，就是哦，他们就想说啊，那我要跟那些新进来的新生讲啊，就可以翘课啊，或者是就是上哪一门课啊，老师不重要啊，或者是老师那个老师很讨厌啊，或者怎么样啊？听到他们讲那些，我就觉得啊，真的是这样吗？因为我上完大二的课，我觉得大一的课很重要啊。如果大一的课没有好好上，大二就死定了，更何况大三呢？所以我就想要告诉他们一些大二不会知道的事。所以呢，那时候我就进到了阿法。可是没想到，这里跟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怎么个不一样呢？我要从我从当中得到什么来跟大家说。首先，我得到了一群很特别的伙伴，我得说他们是很棒的存在，是至今我23岁以来我觉得非常非常珍惜的一群人。这群人在我毕业那一年，大四那一年跟我一起担任 CA。 也许刚刚罗老师没有特别提 CA 是干什么的， CA 就是 Alpha 上面有一群 SA 要照顾 Alpha， 然后我自 SA 再上面一层我叫 CA 要负责照顾 SA 还有照顾 Alpha。 所以呢，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工作量有点重的职位。然后可是在那里我身边有五个人，对，好，真糗。我身边有五个人，这五个人成为我生命中非常非常重要的存在。我们当中有冲突，有碰撞，然后也有很生气的时候。可是我发现，这是一群人，他们愿意接纳我的成长，愿意接纳我不完美的地方，愿意跟我一起走过，就是不论这当中多么辛苦。也许下面的人，你们正在受训，你还不知道你就是大学入门那几天要面对什么，可是就如同刚刚罗老师鼓励大家的，就是 hold 住，我也要 hold 住我的眼泪，我觉得我已经快不行了。好，然后我还在当中得到很多很多的能力上的培养。我以前也不是一个可以这么坦然自若在大家面前讲话的人，可是现在我刚刚还跟佩玲姐讲说，不紧张不紧张，你不紧张我也不紧张，我们都不要紧张。然后我一直以来都是就是在 Alpha 里头，我渐渐的从对几个人说话，对十几个人说话，然后对几百个人说话，然后后来就是我发现我可以对越来越多人说话而我不紧张。那我想我在 Alpha 里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在当中寻找到我的天赋，不是天赋而已，是talent 的那个天赋，就是贝字边的那个赋。对，我发现我超爱带活动的，而且我平面活动带得很好，然后也许跟我受的训练相关，所以我对团体很敏感。然后我在当中得到很多成就感，我觉得跟大一一起玩活动是一件非常快乐又非常兴奋的事情。然后我后来我在 CA 里头我带的那一组是活动设计组，我们就每个礼拜六点对不对？我们6点起床玩活动，多热血啊！我不确定你就是你大学以来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可是我们6点起来就为了帮助 SA 跟 Alpha 可以有更多活动上可以练习，然后知道一个活动它的脉络是什么，然后可以好好的去做，所以我们就这么做了。就对，我现在想起来还是觉得自己怎么那么勇敢啊！6点哎，然后我们就互扣大家 morning call。所以我在这里我发现我的天赋，然后我也在我的教会里头就是每个礼拜练习。我带儿童主日学的小朋友，所以我现在算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第三把交椅吧，就是我带小朋友带得很好，我很认真的归功于我在 Alpha 受的训练。之后呢，我不想谈我心中的 Alpha 计划了，因为我想刚刚罗老师大概都讲的差不多，我心中的蓝图跟他的蓝图是非常接近的，没有太多。那只是我想让大家知道，在 Alpha 他使我跟东海有连接，他深深的撼动了我的生命，他让我知道原来我可以成为一个带给别人温暖的人。所以呢，接下来我要跟大家讲东海怎么样跟我的生命产生连接。他带有一种使命感，你知道那种使命感是身为一个人你要就是有目标活着有意义有动力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我对大一新生竟然产生了使命感，我
看着这些新生，心里想，你们不过就是高中上来的小屁孩。可是呢，我就觉得又觉得他们很可怜啊，你知道，就是大家都跟他们讲说，就是高中老师最喜欢跟高中生讲说啊，你就认真考啊，考上大学你就 university 嘛，就是有你玩四年啊。然后就是好像大家到大学都是来玩的，可是我后来发现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来到大学不是玩乐而已，玩乐是重要的一个部分，可它只是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很重要，我们还在学习耶，我们学习的路没有间断。可是过往很多时候我们处在他律的情况下，就是你知道高中以前大家都帮你安排好你几点要做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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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下课之后然后就补习班，补习班补完回家，然后就洗澡吃饭，然后念点书，然后睡觉，就是你的日子都是别人帮你规划好的。可是到了大学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你有了大把大把自己的时间，就是就如同我刚刚讲有些学弟妹讲的，他们就觉得翘课无所谓啊，就是没关系嘛。对，所以对很多大学生来讲，自己的时间变成需要花一点力气去学习怎么掌控它。然后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可以怎么样帮助这群大一新生呢？帮助他不是在一进来大学的时候就只想着玩乐而已，也可以告诉他一点点，就是其实学习还是很重要，你还是要读书的。然后也告诉他说，你在这里可以过得很不一样，你可以开始学习你真正想学的东西，你可以把你的时间投入在你真正有兴趣的地方。我热爱我所学习的社工，真的。可是我也花了时间，我大四实习的时候，我跑到国立台北教育大学去修了一门特殊儿童教育导论的课，因为我对儿童有兴趣。然后我就开始在这条路上，我追寻自己所好奇、所想了解的。耶、yeah! ，好，时间快到了，我的妈呀！好，所以呢，我要讲很快。然后，所以就是我对这里东海，它就使我产生了使命感、认同感，然后也扩张我的眼界。如同我刚刚讲的，我可以从越来越少的人，然后就是在对越来越多人讲话。好了，慢一点，因为紧张嘛，哎呦，然后所以就是我也开始练习承担责任。你知道，从成为一个 Alpha， 你面对十几个人的生命，跟到你成为 SA， 面对四十几个人，甚至250个人，或者是3500人的生命的时候，那个所要承担起的责任是非常不一样的。然后到后来成为 CA， 这一路都磨练我，真的。如果你愿意在这当中栽培，你就会发现看见你自己的成长。也许不一定跟我一样是具备上台的能力，可是也许你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幕后工作者。我那个团队，就我们 CA 那个团队里头，就有很棒的摄影师，有很棒的行政，有很棒的公关。你知道，我们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发光，然后都超爽的。对，所以开始练习承担责任，也是我在 Alpha 重要的学习。而之前我在问佩玲老师说为什么找我回来的时候，他跟我说你是少数我觉得真的很爱很爱东海的人。我刚刚也才从他嘴巴听到，原来他是因为我爱上帝所以遇见上帝，这让我好感动哦。对，所以我爱东海是因为这里有好多好可爱的人，然后有好多好可爱的事情，还有好多好可爱的物。这个物我把它归咎于东海这个氛围是非常人文关怀，然后我们又有美好的森林，你知道走在里面你就觉得心灵都沉淀了。然后东海有很多我真的不懂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爱学生的老师，你知道，就是我刚刚还跟佩玲姐讲说为什么你可以爱我们爱到我们待到九点呢、啊？然后我到 CA 后来有 好长一段时间我每天催他回家，就快点回家快点回家快点回家，他都不回家，然后就只好一直催他回家，因为他事情没做完。可是就是从这些老师身上可以真实的感受到他真的爱我们。然后我常跟于有言去约会，我们就吃饭可能吃两三个小时，他就一直不断听我讲话，然后他也会给我很棒的回馈。就是这些老师会成为你重要的资产，还有你身边的伙伴。如果你之后进到属训，你会得到一群很棒很棒的伙伴，你会在很棒的引导员下面跟他们建立很棒的关系。珍惜这群人，他们会成为你以后很重要的力量。所以呢，我要做结尾了。好，结尾我又把它写成字，就是我觉得我来东海，我不只是在社工系学习一门专业，我也在 Alpha 里头学习各式各样出社会之后所该具备的软实力。我没有办法向你解释软实力是什么，因为我没有时间了，可是你可以上去 Google。 然后我也在东海的价值传递下练习成为一个求真笃信力行而且充满爱的人。千万不要小看求真笃信力行这六个字，也不要小看它翻译之前的那句英文，它真的非常有力量。
会发现原来我们的生命都不断的走在求真笃信力行这条路上，我们不断的求真，我们不断的追寻到底什么是真理，什么是我们要做的，相信他之后勇敢的去做，让我们都成为一个能够充满爱带给别人温暖的实践家。谢谢大家。好，谢谢小鱼。我不是不回家，是我的先生说他已经爱上一个不回家的女人，所以我只好不回家。OK， 好，因为时间不多，所以我介绍下一位跟我们分享的阿法。那他就是刚刚小鱼讲的，就是可能所有的阿法在看新生就是个小屁孩。我第一次认识 Toby， 我也觉得他是个小屁孩。我是从别人身上、别人的口中认识 Toby 这个人。他很特别，直接播。好，他很特别，就是很多人口中的 Toby 在影响着他们的生命，让我对这个人产生好奇。所以后来我也邀约了他来跟大家分享他的生命。我在跟他蕊他的稿子的时候，我才发现他也是个基督徒，这一切都没有安排好。我是听了他的稿子之后我才知道。好，我们本来想要放一下他自以为很帅气的帅气男。好，阿法里面有非常多的帅哥，他们都认为自己很帅。好，好，他真的还有点可爱。好，待会呢托比会跟大家分享他生命中进了阿法之后所发生的几段故事。他是小屁孩，对，因为他总用不同的面目来跟我们碰面，但是我在他身上，我在每一次的属性里面看到他永远不抱怨的自己默默的去收厨余。我从这里面看到他了不起的态度，我从这里面认识一个了不起的 Toby。 欢迎 Toby。 好，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经济系现在三年级的 Toby， 我在学。那我想说，就是其实刚刚佩玲姐说我没有抱怨，其实我有，只是在心里或者是私底下。我其实现在很想讲的是，你们应该很明白，清楚的明白，我以前不是这个样子。或许你们看不到，我以前国中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爱读书的小朋友。我觉得读建中才是厉害的人，没读建中废物。可是我很认真的读书，到最后我在国中的时候差点被全班的人排挤。那我上高中之后，我就觉得我以后绝对不要为了读书，然后就变成被排挤的那种怪胎。所以我就开始加入康复社，我就假装我自己很外向，就假装像我自己站到台上，然后讲了一堆废话，让大家都很开心，我就很开心。这是我高中的我。那我加入了康复社，在康复社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可是完全建立在一个非常非常表面很肤浅的东西，就是我只是想让大家认识我，我只想让大家看到我，不管用什么方式，再难看再没有内涵都好。回到今天的主题，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这一代东海人。可是我觉得在我这一代东海人里面，我认识最特别的就是阿法。那所以今天我想跟各位分享我在阿法中遇到四个非常重要的故事，而这大概也是我目前人生中非常重要的四个故事。那我分享第一个故事是，我在大学一进东海的时候，我就还是刚才我讲的那种很外表很想要红的这种人，所以说我都很故意的要去让大家笑，或者是讲些很奇怪的话。然后一开始我遇到我的阿法，其实我根本不太理他，就觉得哦，你带活动不顺，好了，我帮你一下，因为我之前也读，我是康复人嘛，然后我就好好帮他一下。可是到最后我真的碰到问题了，因为我想红，你们觉得想红要做什么事情？当系学会长，当学生会长，然后当阿法 leader 或许也有，所以我这三个我都决定要去当。可是就一开始我想到接这三个工作的时候，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三个工作有什么想法，应该是很困难，压力很大，一个人无法 handle 来。所以其实我很害怕自己做不到这件事情，所以说我
不知道要找谁，可是我突然想到我的 Alpha Leader， 他叫陈建林，他也是一个 CA， 也是一个 SA， 我不确定是 CA 啦，他是一个 SA， 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直接分享他对我做的事情。他在有一天晚上，我用 FB meet 他，问他说，我想要做刚才说的那些事情，可是我不知道我忙不忙得过来，你能不能帮助我？他是 Alpha， 也是系学会长。然后那时候问他的时候，他正要选学生会长，我就问他这个问题。他一开始回答我，马上就回就说，我在忙报告，我晚点再回你。可是这晚点是多久？一两分钟，一两分钟之后就噼里啪啦噼啦一直传讯息来说，他觉得 Alpha 怎么样？他觉得系学会怎么样？他觉得 Alpha 里面学到的东西在系学会很有用处。可是我觉得他讲错了 ，Alpha 里面学到的东西，我现在学到的，在任何地方都有用。那我现在想要分享一下陈建林这个人，这个 Alpha， 他其实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到现在依然影响着我。我来这边，站在这边，我待在 Alpha 里面，就是因为他。我想要传递他那种无条件，他不管什么原因，他就是愿意陪你。他就算跟你无亲无故，他是物理系来在经济系的，他无条件的陪伴你。我想把这份精神传达下去，所以说我来当 Alpha。接下来我想分享第二个故事，那这个故事的主角叫做田哥，就刚才有提到那个很有 powerful 的田，就很有 power 的田哥。那时候在暑训的时候，我那时候还是一个康复人的形象。这时候田哥一开始也带一些很康复的活动，我就觉得说 Alpha 就是我想的那种康复人，康复大哥姐，只是带学生玩游戏，就是玩游戏。可是其中他后来突然带了一个很奇怪的活动，我觉得跟以前不一样了。他请我们六个人聚集在一起，不好意思，是五个人。他请我们五个人聚集在一起，可是这五个人要有一个特征，就是有一个外表看不出来的特质。那当然他没有限制说要不要认不认识。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当然马上找五个认识，就是找四个认识的人聚在一起。对，我们这样做了。那我们就一开始就闲聊啊，想说我们有什么看不到的地方，有同样的特点。那我们就想说经济系啊，然后可我觉得这一点都不好笑，所以我就直接说。哎，我发现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我们大家都有脑洞，都笨笨的。然后大家就觉得说，明明就说你自己笨笨的吧，然后反正就觉得这样也很好笑，就 fine。最后我们就这样定案。可是，在分享的时候，每一组都要分享自己的特质。我一点到我们，然后我是里面算是最主动的吧，我就直接说，因为我们都有脑洞。这时候田哥很认真的看我说，这不是一个游戏。请你们认真的想一想，等一下再让你们分享一次。在高中三年，我完全沉浸在康复社当中，我那种很外表很可以逗乐大家的形象，这种虚假的信心，在这句话当中，我觉得我完全被打碎了。我没办法逗乐大家，我没办法认真的思考，类似这种。那时候我真的很痛苦，我心里觉得我高中三年到底在干什么？我学到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可是在我心里面这一块东西被打碎的同时，我觉得田哥他也在我的心里放下了一个重建的种子，而这个种子是我觉得让 Alpha 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开始想为什么，我们开始回到我们自身，我们要的究竟是什么？所以我想要跟各位 Alpha 分享的是。如果哪一天你碰到了你一个新生，他有一些状态，他没办法看到自己的问题。如果你可以勇敢的，你或许会怕伤害到他的感情，可是你知道这对他是很重要，你要让他知道这是他所缺乏的，勇敢的跟他讲。我觉得有时候一个人的人生比那段关系显得更重要。那接下来我想分享第三个故事，这个故事是我在iCamp， 是一个大二的时候的寒假的一个寒假营队，是由田哥办的。那个时候我的状态是刚失恋，我那时候非常非常的难过，我那时候甚至酗酒，大概一个礼拜还两个礼拜，我把半瓶的琴酒600ml的琴酒喝掉了。我在一个礼拜喝了那么多，我根本在酗酒。那时候我的伙伴 SA 的伙伴老师就推荐我去参加这个营队，觉得我可以找一些事情做。那我去了，在这个营队，我觉得是算是我在大学生涯中最重要的转捩点。我开始转变了，真的转变了。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
一个是我开始发现在天上，在东海看天上的月亮有多么漂亮。第二件事情是我发现我第一次听到我真正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那我分享第一部分是，我们一开始到这个营队的时候，我们在 C 创意学院那边中间有个草皮，那我们选了一间最佳间的教室当我们的教室。那廷哥就跟我们讲说，在这一周的学习很长，所以我希望把这个教室营造成家的感觉。所以说我们做的事情是，我们把桌子全部搬出去，很多桌子很多椅子很重，全部搬出去。我们拿拖把，我们拿扫把，把这个教室里里外外整个清干净。有时候甚至用抹布趴在地板上擦，擦完了当然很干净。我们说好，我们不要再穿鞋子走进这间教室。这时候田哥跟我们讲说，我们在东海，不知道你们是把东海当成一个怎样的地方，是一个只是路过来拿证书、拿毕业证书的地方，还是一个拿来读书的地方，还是把这边当作家？如果把它当作家，它必然一尘不染，它必然有很多精心布置的地方。如果把它当成一个路过拿证书的地方，或许连这个教堂都已经垮掉了吧。我想分享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个东海当作我们真正的家，或许你们还没有这种感觉，可是如果当你们有了，那会很不一样。你不只是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做事，你是在你的家经营。那第二个故事已经要绕到这个训练的最后一天。训练最后一天，田哥跟我们说，接下来3个小时，麻烦你们带着你们最喜欢的书，或者是加上你们的笔记本跟笔记，你们到一个在东海里面你最想要去的地方，你觉得最漂亮、最能感动你的地方，你在那边待3个小时，一个人。那我们3个小时后再见。我不知道你们听到这个指令、这个任务，你们会怎么想？我当时的想法是想说，疯啦！我在一个地方要待3个小时，而且田哥还补充说，如果这3个小时你就这样睡过去了，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就是说，你不要给我睡觉。我觉得这是疯了，怎么可能在一个地方3个小时还不睡觉？又不是打电脑。可是我就还是做了这件事情。我走到了工学院那边，我觉得那边有个大草坪，下面只有一棵树，很漂亮。那我就走到那边，然后拿起我的书，那本书是圣经。可是我不是说我特别要表明我是基督徒，我并不是这样，我只是单纯因为觉得我不知道带什么书，所以我带了圣经。那时候我不觉得我是基督徒，那我就把我的圣经放在我的头下面，然后就垫着树根那边，然后我就躺下来，然后我看一看四周。或许你们很难有这个时间好好看天空，东海的天空如果天气好，天空很蓝，云朵或许几朵，然后可是周围的风景是非常非常漂亮，不只是绿色，还有红色，有些红色树叶在旁边很漂亮，甚至有时候还会有外拍的 model， 那时候就有。那我就很认真的开始想想这3个小时究竟要干嘛。那我开始想，我为什么要来这个 iCamp？ 因为田哥说我们在这3个小时可以讨论，想一些你人生中碰到的大事。我想一下，我为什么要来？为什么？因为失恋。所以我想说，我失恋了，所以呢，我开始想到田哥讲的4F。我想说我为什么会失恋？因为他离开了我嘛。然后我想说，我不喜欢这种感觉，那我该怎么改变？那我就放下嘛，就是一些屁话。然后我就觉得有点，其实有点难过。可是躺在这么美的地方，我就想说我还躺着那本圣经哎，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能不祷告啊，那我就闭起眼睛。很神奇的事情在这时候发生了，就是我闭起眼睛，我心里的事开始不断的跑出来。我想到我失恋了这一段整个过程，我想到为什么会失恋，我想到如果说我真的无法承受这段压力，我跑去自杀了，我的家人他们又会作何感想？我想到很多很多很多事情，就像我经历过的全部再 run 了一遍。我其实想到这些很痛苦的回忆，或者是开心的回忆，我的情绪是很高涨，我很想哭。那这时候我张开我的眼睛，
周围还是一样的美丽，这个世界其实好像没有变过一样。可是我想了很多，到三个小时结束前，我甚至心中飘过一丝想法，很简单，就很像一个人突然溜到你旁边说，就是很像一个鬼魂这样溜到你旁边说，当老师，我就只听到这样子，没了。我觉得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启示，我不知道为什么。那在这一天这整个独处的时间，我发现了我自己的信念，当然不是说一定是要信耶稣，我觉得是一些更具体的，像是勇敢的爱的爱别人，就算自己会被伤害。我觉得这一段独处的时间在我们当中，不管是现在的我也好，每个人我觉得都是很困难，你要找到那个地点那个时间，你甚至还有那个心情独处，非常的困难。可是我觉得在寻找自己的过程中，这是很重要的。我在分享最后一个故事之前，讲到刚才，就是因为常常很多老师会说你要做自己，你不要死读书，比如读经济教要去做什么，你要做自己。可是我觉得做自己 OK 简单，可是难的是找自己。那现在我要分享最后一个故事，最后一个故事是在大概半年前，我们 SA 接到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任务，我们要去附中带品格教育营。品格教育营，那就我们是一张小队服。那其中我有一段特别的经历，是在第二梯的时候，我正要带这批学生前，那个主任还特别来跟我说：“哎，那个你们这一班的学生很皮哦，自己注意一点。”我想说啊，真的有那么可怕、啊？然后结果第一天晚上我去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坐着，然后可是借我那个，我要玩手机啊，然后就是。很有点皮的感觉，可是我看到有的同学真的他很认真，就坐在那边读书，然后不时皱一下眉头，瞪一下旁边那个。我就跟他们说，现在班上有些同学需要认真，所以我允许你们做很多事情，可是希望你们不要影响到其他人。可是这群同学，我原本以为他们不会听进去，他们就是听完好安静没了，真的很安静。而且这个安静持续了整周的时间，他并不是一时觉得我凶所以才安静，他们整周的时间都很安静。到了最后一天，他们还是很安静，可是我看着他们，就是我知道这边有几个学生，他们不止几个，是我觉得还蛮大部分的学生，他们在学习上其实碰到问题的，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他们成绩不好，老师瞧不起他们，觉得他们是皮的学生。老师有甚至连他们自己的爸妈有时候也觉得说，为什么你要把老师搞成这个样子？我其实觉得心里有一股有点难过的感觉。所以我就很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跟他们说，我觉得人生的成功不是在于一定要读大学，而是在于找到自己的天赋。这个天赋也不是刚才那个 Godfather， 是。不是 God， 就是 talent。所以我跟他们说，你们可以问自己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们有没有做一件事情，你做再久，你都觉得像是十分钟一样就这样过去了？然后，你是否持续更长的做这件事情，也让你感觉到时间过得很快？第三个。你可以做什么事情帮助你强化这个天分？最后一个，你如何运用这份天赋？你如何做哪一件事情帮助你使用这个天赋，达到你心中真正的成功？这个真正的成功有可能是赚钱，有可能是吃饱，有可能是更多的事情帮助到其他人。其实我觉得我当下觉得。惨了，我讲太深了，跟他们应该国中，他们才高中生，他们高一，他们应该不会懂吧？然后我就想说，好，算了，反正我讲完了嘛，反正有讲跟没讲应该没什么差吧。然后我就那天下课最后一天带队出去的时候，有两个学生，他们拿了卡片给我，我想说就是纸条嘛，就说哦，老师你好棒哦，好爱你哦，希望下次要带我们哦。那我想说大概是这样，然后可我回家看的时候，发现内容讲的是。不好意思，因为我今天忘记太临时，我忘记把卡片从我钱包拿出来，我没有带钱包来。
内容大概是说他，我讲的话让他深深的省思。虽然就是这五天很短，可是他过得真的很开心。那另外一封是写说他鼓励我说，他觉得我讲的话他都有，他们都有听进去，他们班上人都有听进去，然后觉得这五天很快乐。这给我一个很重要的影响是，我开始相信我那次 iCam 听到的那个声音告诉我要做的那件事情就是当老师。我更坚信我要当老师的这个信念，我要当老师帮助那些学生，帮助那些学生找到他们自己。在最后我想要分享一句话，不是一段话，是不要活在过去，因为过去的事情你已经无法改变，再想也没有益处。不要活在未来，因为未来的事还没有到，它不值得你害怕。活在现在，因为现在才是最重要的。如果像刚才，不是刚才，是今天早上有讲到的，建筑物会毁坏，人做的事情会消失，人说的话会被忘记，可是一个人的人格才是永远的。让我觉得这个很棒的人格是爱。如果有一天你很认真的爱了一个人，不只是爱情，你为他着想，你为他付出，他会记得有一个人这样为他付出，他可能会愿意就这样继续为着他人着想，为他人付出。这个爱就因为这样的传承也变成了永恒。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好，相信大家发现他已经不再是小屁孩了。好，最后一位我要介绍他，其实他不是我们演讲里面的人，他是我的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伙伴。就像刚刚前面罗老师说的，他不知道为什么来，但是他对我来讲，在阿法计划里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帮手。我不想让他也跟我一样成为一个不爱回家的人，但是我却仍然不断地压榨他。希望最后也请他来分享一下他在计划里面是得到了什么，或者是对他生命有什么样的意义。欢迎有言。我想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拥抱一下佩玲姐。我知道对佩玲姐来说，她今天非常的，她已经预备好久，从一个月以前她就已经在我旁边一直碎碎念说我们要好好准备。然后其实这个礼拜我想了很久到底要说什么，但是刚才在听大家分享之后，我只有两件事情想要跟大家分享。第一个就是在这个学校真的有一群老师或同学，老师和同学是一群不现实的人。我记得这一句话是我在去年的回训的时候跟大家跟各位阿法说的，就是真的是他们内心是不现实的。那我刚才一边听，我就一边想象一边思想，就是这个会有这一群不现实的人，是因为有一位不现实的上帝，他用很奇妙的方式就把大家聚在一起，然后做成了这么奇妙的事情。那我就不再更多的分享，我的手一直发抖，所以我们就用着很感恩的心，我们接下来还会听一首歌，那会有一首歌叫做《有人在为你祷告》，那我们一起来聆听，谢谢。在学习担任阿法的过程当中，有许多的甜，也有许多的苦，似乎都你有自己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不要忘记，你绝对不孤单，因为这里是你的家。不只是在阿法的行动当中你不会孤单，在你的读书、生活，甚至恋爱还有思念的里面，你也绝对不会孤单，因为后面有一群人，一大群人在等着
要帮助你，在为你祷告。这所学校来感谢大家，谢谢你们愿意付出，愿意参与，愿意 commit。 教堂外春天的雨水不断，或许它会让我们失去迈开步伐的意愿，但是它也是带给我们生命滋长的泉源。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的露思一时刻就在这里结束，愿上帝祝福你们，谢谢。Amen.